战，无中生有，休养生息。杀！身故心，未雨绸缪，命中注定，死亦有憾。抚慰君心，眼之所见，安国事。句子跳了个头，温情，神情酣战，备战待敌。太史慈，死生存亡，跳钟，命之行也。放下俗念，为道为先。将军，乐天请听我一言，故不忧。With every death comes honor, with honor redemption. 其实曹操，我其实顺手牵羊，并没有说这个曹操是亏平。我原话不是这样说的，我原话说的是，挡住了以后特别好赢。杀！遍寻天下，但求一败。解锁连环，无懈可击。杀！难。我们来看一下大地有何作为。君分忧，这就是你们要经历的祸汤地狱。大地做的第一件事情，就是把非常难处理的细致残直接斩杀。杀！命中注定，这就是由此一没有经历了一人地狱。接下来，这就是啊。这个时候，队友表示大地很溜。过河拆除河，解锁大地和。但大地的表演才刚刚开始。休养生息，备战待敌。尝尝如祸横之行的厉害吧！杀！民之归吾，吾水之救下。汉低何死生存？这个太史慈为什么在疯狂口臭呀？为什么呢？止兵止战，休养生息。失礼。眼之所见，皆为幻象。你们要驰骋疆场。
现在，那我们就应该选主公孙修，然后我诸葛果，是吗？啊，真是，对，别叫别叫。现在是谁说了算？死罪可免。壮订阅快要突破了，有没有什么感想？感想呀，感想就是，如果说十个订阅算少，100个订阅算有进步，1000个订阅小有名气，10000个订阅算啥呢？10000个订阅算是正在发育期的主播，
10万个订阅算是富可敌国，难再无王土矣。先人之力，钱准备好了，有多少有多少。王的差遣了吗？神光不灭，彼可抒情，亦可助威。命中注定，死亡无憾。你的灵，杀界传言，冰封永远只选祈福将。那看来，冲阵云、张让、各种黄盖、董允。曹植、布置、看泽、陈群、陆逊、李儒、贾诩、
曲艺等等以后都会进祈福啊，大家最好现在先买一下，这样方便你亮这个祈福灯，以后再想买这些酱就需要将近7000块钱了。大汉之民，建功立业，封妻应子，正其时也。仙人转世，一去无返。独上危楼听风雨，举杯邀饮念旧情，大兴施法天地，成大事者普天之下没有洒家办不到的事。